梅克尔访中德智库，刘霞获准出国可能性不高。德国总理梅克尔即将出访中国，柏林的智库学者研判，由于北京的态度依旧强硬，刘晓波遗孀刘霞获准出国的可能性不高。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x 学者古斯廷 Kristin C. Kupfer 今天表示，尽管外界期盼梅克尔能说服北京让刘霞出国，不过到目前为止莫有任何迹象中国会在梅克尔来访时网开一面。古塞廷分析，北京决定继续软禁刘霞，原因是害怕外界知道刘晓波被囚禁的真相。日前中国官员还称这是司法主权范围的事，可见官方的强硬立场丝毫莫有动摇。古斯廷指出，从刘霞事件的发展可以推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不会再回应国际的压力。德国总理梅克尔24日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第11度访问中国。德国总理府的高层官员今天表示，梅克尔这次出访将延续传统，接见艺术家和学者等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了解公民自由发挥的可能性。不过，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官员不愿事先透露这些人的姓名。